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首先哈，跟大家致歉啊，有好几节课啊停课啊，是刚好有抱恙了啊，生病了啊，所以有停了几节。哦，那当然啊，在课程当中啊，也跟大家有交流过，我们学传统文化啊，学佛啊，是面对境界要清楚。佛是觉啊，觉悟，在哪里觉悟呢？在当前的境界啊，是觉悟，是明白的啊。所以师长强调说，面对境界要清楚。那这一次自己生病啊，这个境界呢应该也是在跟陈德说法提醒啊自己的做人做事提醒自己的性格啊。这是陈德自己啊在关照的，就性格呢比较逞强，就安排事情啊，就安排的太紧凑了太逞强了。那你一透支了就容易生病了。然后因为这次病了，觉得这个体力有点缓不过来了。应该是长期逞强了。所以本来今年还挺有目标的说要增胖几公斤前面这一两个月还略见效果结果呢这几天就血本无归了都退回去了所以自己啊就考虑了一下，所谓度得量力审视责人这一句话呢是弘一大师拣选格言联璧编成的格言别录我们一般这个口袋书有晚晴集里面就是收录晚晴集跟格言别录这个口袋书很有好处刚好搭捷运呢搭高铁了随时可以拿起来开卷有益这都是祖师智慧选出来的，让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都能遵循这些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这都有祖师的慈悲还有他的智慧在其中。我们现在面对一件事的我们要怎么思考弟子规提到了是非以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我想我们看到这一句啊都有一些反思了以前在答应人家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呢没有考虑周全，后来有点吃不消了时间精力上吃不消了那这个就不好意思了 要跟人家沟通调整甚至还得要拒绝一下我想大家都有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验呢所以这一句话在我们面对因缘在考虑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原理原则了量力而为度得量力审视这个形势要清楚甚至于是我们很愿意做这件事但你是要做长久那你就要从长计议比方说像陈德的性格太逞强了那还是可以做但是就怕呢可能会跟诸葛孔明一样五十几岁就走了对这个诸葛孔明先生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陈德记得呢当然我差诸葛孔明差多了那师长也说这个我们学佛得表好法尤其身体要好我每次听到这里就很没底气了那这个要表好法呢刚好呢曾经有人呢拿陈德的八字的去给人家算我不是自己要去算的人家拿去的应该是可以活八十几岁的但是得要省点用要省点用才行所以这个我们弘扬文化希望能走得长久一点这个都要考虑清楚那责人我们答应一个因缘呢那这个因缘的成败在人其人存则其正举其人亡则其正息故为政在人一件很好的事我们用错人了那好事都变成坏事了
所以推荐人呢、啊、很谨慎的、啊、哦，或者我们是可以安排关键的人的，哦，这都要慎之又慎的、啊。哦，那说到度德量力啊，哦，因为这一次啊生病呢，受寒呢。这应该是两三天就可以缓得过来了、哦、这次呢两三个礼拜啊还没缓过来呵呵、哦、所以感觉这个可能有一段时间透支了、啊、得稍微啊调养调息一下、哦、那因为陈德呢在英国汉学院本身呢都有担任课程了、哦、但是英国汉学院算是我们一条龙姻缘当中的龙头呵呵、哦、他得稳住啊、哦、那全球那么多、哦、父母家庭孩子学校啊，都往这个目标啊在努力啊。哦，这个英国汉学院稳住啊，当务之急啊啊，大家有一个奔头，呵呵往这个目标啊迈进啊，所以陈德要调整呢、啊，这个英国汉学院的课程是没法调整。哦，好，那而且哦，这个年轻辈的说实在的，我们除了上课之外啊还要带啊，哦，哎，希望呢这些年轻辈的子弟兵啊啊早一点呢来承担教学的任务。子弟兵啊很重要啊。啊、哦、那英国汉学院呢啊从假如是从台湾坐飞机啊要坐12个小时左右啊。啊坐了之后呢还要坐车啊坐5个小时才会到啊。啊这样的因缘呢、啊我们想让老教授啊常常这么干呢、啊、说实在的不忍心啊。哦那教授们呢都是啊师长老人家啊挑选的。哦他们也非常啊发心啊啊很慈悲在护持汉学院的学子。很肯教啊，因为他们都有年纪了，他们最重视的事啊，就是承传，很肯教这些年轻的学子。那这样的缘呢，要让年轻人早一点来承担的话呢，那我们还得多花一些时间来护持他们。所以在当前的因缘啊，陈德度德量力啊，就是可能啊要跟大家请几个月的假哈，先调整一下。而啊，我们一条龙的教学啊，师长指导我们小学。学做人，中学学做事，大学学为政。其实我们要从事一条龙的教学，这一段开始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教学也相长了，我们还要不断积累哦。做人做事，我一阵怎么教孩子管理众人的事，怎么教孩子经营家业经营事业，这些做人做事不是说他大学毕业了来教他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些很成功人的传记啊，当然了，现在成功的人陈德尽量不讲谁了。为什么呢？盖棺论定啊。这个时代外在的诱惑程度啊，比起一百年呢，那可能不能用十倍二十倍来形容了。所以比方说他现在在企业界赚很多钱，你在课程当中赞叹他，结果他下个月出状况了，但是我们讲的东西还在流通，到时候人家一听，哎呀，你看这个出情况了我想可能最近这些年大家应该也有感受了所以古人用盖棺论定四个字这有道理比方说哇，什么模范夫妻最后出状况了所以避免了可能赞叹的人之后有情况了所以尽量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呢我们就不具体取名字，这样可能比较不会有流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挺挑战的夏莲居老居士说末法众生根钝业重外魔内障，外魔是外在的诱惑光是一个手机光是这个网际网络可以连上的诱惑那真是没法形容了。当然对于我们教学者来讲也不能担忧为什么？担忧是烦恼身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了，有所恐惧不得其正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调好了兵来将挡啊，水来土掩所以夏老接着讲外魔内障无人不惧，因为我们都是在同样的因缘成长的，没有一个人跳脱了我们现前所处的因缘所以邪多正少邪师说法轮回合杀，邪多正少，退易进难，退步很容易进步不容易若多无苦忍从何生没有这些境缘的考验这忍辱怎么修借彼魔恼兼我愿力这些困难考验越多愿力越坚越挫越勇百折不挠
所以只要将猛，不怕贼强啊。所以夏老这一段分析啊，对于我们怎么修身、怎么教学，哎，很重要的启发了。我们的学生以后要面对那么多诱惑、挑战，所以现在的做人做事的根基啊，太重要了。所以格言别录说到了，凡为外圣者，凡为外所圣者，皆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社会的偏邪的风气受我们受影响了，因为自己啊正气不足了。这个跟医学都相通哦。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哦。在这个空间里面有病毒啊。五个人在里面，可能有人生病了，有人没生病了。他外在的原因一样哦，为什么他没生病？他正气足了，正气存内。所以少成若天性啊，三岁看大，六岁看老啊。所以从事教育工作啊，越小，面对越小的孩子啊，责任越重大，影响越深远了。所以师长指导我们一条龙学习的主要内容，小学学做人，这个都是培养他的正气呀。具体内容呢，肾学根之根。我们这个民族教化几千年了，那这一步根之根呢，它编辑都是依循了几千年这个蒙学的教育的，应元生老师在师父的指导之下编出来。而这一部书啊，功夫下的很深的是开吉法师，师长指导他练讲肾学根之根。首先呢，开吉法师是科班出身的，承德这个是属于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啊，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一步一步啊练讲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一步根之根啊功夫啊下得很深呢。所以呢，承德呢，向我们极乐寺的干部推荐，承德这几个月调整，祈请我们开吉法师来跟大家授课。那承德呢，我们有始有终啊，因为这个天下太平之根本，跟大家
交流还没有完啊，所以这个内容啊，跟大家交流完啊，祈请我们开基法师啊，跟大家啊，教授啊，根之根里面的啊这些精华的部分，好，那刚好啊，承德在极乐在这个英国汉学院呢，也要授课这个四书的部分。啊，四书是师父指导中学学做事啊，以四书五经呢为主。所以啊，承德调喜啊，气力比较足了。在啊，就教于大家。好，那在这两年左右啊，承德呢是啊比较有点逞强哦，所以也挺拼的啊，上了一些课。也提供大家做参考，比方《太上感应篇》汇篇，承德有从头啊，依据经文挑了一些汇编的内容，差不多有50堂课左右，《太上感应篇》汇编。好，那大学学为政呢，是群书之要。刚好群书之要啊，承德也上了几十节课。这个陆续啊会有后置啊，再把链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因为这个扎根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还有十三页道经，承德刚好有花了11节课啊，跟大家学习的这个十三页道经啊，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跟开基法师学习，另外大家也可以参考。承德这段时间的一些跟我们一条龙教学比较有关的课程。好。我们接着来看呢。天下太平之根本。那上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王佑京老师的现身说法，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增长坚定的信心，因为啊，在现阶段的社会环境啊，家庭情况啊，要能依据啊应主的教诲来做啊。已经很不容易了，除非啊对这些教诲有很深入的了解，又能看到啊榜样啊，这样信心比较立得住。那师长呢有提到啊，说的不一定做得到啊。做到的人呢，可以说啊，所以我们真正下功夫，敦伦敬奋，下功夫啊，遵循祖师这些教诲，我们做了之后啊，必然有很深的体悟，尤其在解行相应方面。
这个时候再来给大众啊现身说法，就很有力道。所谓广修供养啊，都是在尽完本分之后啊，那个供养是最扎实的了。所以当父母的能尽心尽力去做了，他讲出来的课程呢，分享啊，对父母的启发会很深。我们看这个胡晓玲老师他把传统文化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有一次他到美国去请他授课。那一次他主要提怎么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他也是现身说法。那很多人听了很受启发，好像都有编成书籍呀，还有好像还有课程在流通。尽了本分呢，尽本分叫礼敬诸佛啊，本分是诸佛啊，本分当中关联的我们的家人，家人都是诸佛啊，我们尽好我们的本分，就是对所有家人的礼敬。我们在学校当中，我尽好我教学的本分，是对领导的礼敬，对学生的礼敬，也是对他家庭家长的礼敬啊。他们这么信任我们，把孩子交给我们了，受人之托啊，忠人之事。所以礼敬诸佛，普贤行在哪里啊？绝对没有离开我们当前的本分，绝对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心念。心念跟普贤行相应了，哇，那这个积功累德了，普贤行愿的功德力很大哦。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提到人在临终的时候身体四大分离留不住会败坏掉了包含家亲眷属。善恶祸福追命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也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也靠不到了。所有的财物呢万般将不去什么都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努力带得走的。不会努力那些牵挂那些带不走的了。但普贤行愿品讲到了我们所修的普贤行呢这个功德力不会坏的。这个功德力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的心念言行跟普贤行相应了当前就在行菩萨道了就在行普贤愿了
我们的心性跟普贤行跟六度不相应了，那我们就可能跟十恶相应了，那就是在造轮回业了。所以这个一念之差呢，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已经学传统文化了，那就不能再造轮回业了。啊，圣教教我们的就是一个爱字啊，自爱爱人的，哦，不能再糟蹋耽误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了。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提到尊重己灵啊，尊重自己的佛性啊，我这一生呢一定要出轮回，我这一生一定要往生做佛，这尊重己灵，这就是菩提心呢，就是自爱了。所以自爱的表现呢，就如《论语》孔子教颜回父子的“克己复礼”为人，克念作圣呢，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呢。好，所以我们心念呢，一定跟六度跟普贤愿相应，哦，我们自爱了才能爱人哦，啊，我们自己身口意都随顺烦恼，那我们能把孩子教好吗？啊，我们能把学生教好吗？那不可能的，啊，言教是建立在身教的基础上。好，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也提过，菩萨四德，这个是贤首大师总结整个华严的教诲，总结显一体起二用三种周遍，接着就是菩萨四德啊，还有五子六观，把整个华严的教化总结得非常完整，其中最核心的菩萨四德，师长老人家在菩萨四德呢讲解的时间最多。那菩萨四德在哪？就在我们当前，随缘妙用啊！我们当前就有面对家庭的因缘了，教学的因缘了，工作的因缘了，甚至是护法的因缘了，在道场里护法了，随缘。不攀缘哦，也不逃避哦，不过也不急哦，随缘妙用，怎么妙啊？再次是静缘呢，不能起情绪哦，不能起烦恼哦，我们被这个境界转了，妙不起来了，一辈子发完脾气了，哎呀，我不想发了，怎么还是发了？就妙不起来了，不止妙不起来，造业了。忍得一时之气啊，免得百日之忧啊。
那个发完脾气也，可能还得花更多的功夫。哎呀，不好意思，啊，跟人家道歉了，啊，还要请人家吃饭呢，啊，稍微修补修补一下关系啊，哦，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好，所以这个妙在呀，不动心，不被境界转；妙在大公无私啊。啊，接着呢，威仪住持有则德，这是身教。再来是柔和直指摄身德，是言教。啊，师长讲解的时候，身教是基础啊。我们没有威仪住持有则德啊，要去劝别人，人家心里不服啊。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是大学的教诲啊，知所先后啊。有诸己是先呢，求诸人是后啊，无诸己是先，非诸人是后啊。啊，我们今天要劝人家改脾气，我们自己脾气不改，要劝别人适得其反。啊，可能还没劝到一半，人家说你脾气也没比我小啊，你还讲我。所以《太上感应篇》讲正己化人，哎，正己那要从自己做起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这个化人，这个化，《太上感应篇》汇编呢，解释到啊，化是什么？自然，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呢、啊。哎，我们自己有做了吗？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呢、啊。那我们真的有正己了，这个化潜移默化，自自然然呢、啊。那普代众生受苦的，要很有耐心啊，陪伴孩子，陪伴学生呢、啊。哦，所以菩萨四德在哪？普贤行在哪？当下。哦，所以大家在认真、敦伦、敬分呢，这是礼敬诸佛，也是广修供养。刚刚跟大家举的，胡晓林老师，哎，他敬他当父亲的本分，哎，他就可以广修供养给大众了。哦，那我们的王跃京老师跟大家分享，那这个不是做一天两天哦，这是做了十几年了。哦，好，那我们上一次啊提到啊第四大点。家庭教育啊，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那我们看到这一个重点呢，啊，那每一个成家的人都有责任的。那当然，不，大家一听说哦，成家的人都有责任，
哦，那陈德已经出家了，有没有责任呢？哦，那出家了，那出家要喝叹如来家业。哦，那更要以天下为家。哦，要为天下培养人才了，啊，不然我这个家就白出了。哦，所以啊，师长有指导我们，我们是地球人呢，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要为整个地球着想啊。哦，现在是更明显了，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呢。我们不把环境保护好，哪里会受影响啊？全球都受影响。现在这个温室效应、气候异常，全球性的了。但是我们知道啊。根源在人心，啊，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所以这个世界问题越多啊，越凸显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啊，所以师长曾经有劝勉过我们。啊，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炎黄子孙呢，就是要来救这个世界的，因为古文明只剩下中华文明这段话我们要放在心上哦。人生就两种情况啊，要不就是愿力生，要不就是业力生呢。随业流转，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而且三善道消福报啊，消福报啊，很难不造业。陈德济得初学佛的时候，老和尚说：“三善道是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出来一下又回老家报道去了。这个比喻我是印象深刻，所以一定要发愿呐，这样人生才不会随业流转呢。那有愿呢，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呢，改造家庭的命运呢，啊，甚至于改造跟你有缘人的命运。所以发愿重要，所以师长常常劝我们。要做好榜样啊！这个就是敬业三福，劝敬行者啊，为人演说。那我们要为人演说啊，首先我们要为整个地球来着想啊。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呀，中华文明在现在以及未来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记得在十年因缘，师长在最后有提到我们年轻的。学人，希望大家发心，
做小学教员，就是希望我们的发愿呢，陪伴孩子学习老祖宗的文化，我们陪伴他十几年了，他德行学问有基础了，他可能是当代的范仲淹呢。那大家想一想，一位老师培养了一个范仲淹呢，功德多大？这个用 computer 也不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范仲淹的功德还在增加。因为虽然他离开了，他的精神还在，他的教诲还在。所以师长曾经有讲过，你办一个念佛堂，有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值了。这一段大家听过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从事教学，真能教出一个乘船的人才，就很值了。这个功德啊，就很大了。好，所以我们当下我们能够将太上感再将应主这个天下太平这根本的教诲好好落实相信我们所积累的体悟在现在跟未来一定可以供养利益很多有缘的人。好，所以家庭教育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我们这里列的三小点，第三点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家家夫妇皆知道义，给予因果，敦本众伦，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真正的学问就在落实五伦大道。因不语哦，不语就是不变的，有恒为成功之本。不能做一两个月不想做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我们得长期，以身作则，则所生子女，习见习闻，这父母的一言一行随时在熏陶他呢，潜移默化影响他，所以如水入气，如精就形。我们比方说精子融化了，你放在哪什么样的模子它就变成那个形状了。所以其性情至诚贤善，必不至暴力之衰，以恶为能也，不可能这样的。承德自己，是随着增长
啊，尤其是感谢能有跟大众交流传统文化的机会。啊，越交流越感受到父母恩德之深呢，父母影响之无形。好像自己回想起来，从来没有，哦，爸爸妈妈，来来来，你给我坐好，我跟你讲个道理，一次也没有。哎，可是观察观察，三个姐弟，处事的态度，都受父母深远的影响。啊，比方父母啊，从来不谈利。啊，比方爷爷奶奶的事情，啊，从来没看过父亲说，来来来，啊，这个把他兄弟姐妹找来啊，来来，你分多少钱？你分多少钱啊？这个我没见过啊。哎，反而见到什么？兄弟姐妹，大哥啊，你不可以这样啊，你也要让我们出点力啊。哦，真的是财务清怨何深呢，啊。我的成长过程，整个家族从来没有因为钱产生过摩擦的。没有。财务清怨何深呢，言语忍分之明啊。我们面前的没有言语上的冲突的，一次都没有的。我也没见过我母亲发脾气的。哦，所以我们也没学到怎么跟人家吵架。吵不起来啊，人家讲话一大声了啊，像我大姐，人家一讲话大声了，她就流眼泪了啊，结果人家也骂不下去了。啊，所以真的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潜移默化，什么时候受影响不知道，可是你细心静下来观察自己做人做事，真的都是父母的身教啊。好，所以应祖这一段呢，真的是很精辟哦，如水入气，如精就醒了。所以接下来第五大点，家庭之教啊，母教最要，母教啊最关键最重要。我们看底下第一小点，人之性情啊，之于母者徒多，这个很容易观察。我们看缘分的分析啊，应祖说到了，居胎则秉其气啊，孩子在母胎里面呢，随时受母亲用现代化叫磁场的影响啊，母亲的心念一言一行，孩子都能感受到那个磁场。而且生出来幼时则习其仪呀，生出来三岁以前都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的身旁，所以随时啊都受母亲一举一动的影响。所以其母果贤呢，
所生儿女啊，断不至于不孝，不可能行为品性不好啊。啊，譬如融精铸器啊，视其模，即可知其器之良否。好啊，上一次啊，王老师王玉军老师有提到啊，那他的孩子也是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啊，也都是进入啊青少年时期了啊，哎，他跟孩子沟通，孩子还是很好沟通，性情还是温和。哦，不能说我现在外在环境不好了，外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决定比不上家庭，比不上父母。而且说实在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我们真正用心修行啊，我们的家人都有佛菩萨龙天护法在护佑啊，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啊！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够相信这一点啊。啊，念佛之人，师长讲没有魔障啊？为什么？因为念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的。念这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前25大菩萨随护其人，魔不能扰。哇，你们家你真念佛了，25菩萨常常在你们家护持。哦，那当然也会护持到你们家人了。所以净修捷要第31拜，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啊，这一拜是拜护法。大家想一想，这一心观理念下来很诚心啊，感多少常住三宝龙天护法护持啊。这感应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像承德啊，出来跟大众分享传统文化10多年啊，家里啊都挺安定的，这真的都有佛菩萨龙天护法保佑。这个真的不难理解。比方说以承德自己。我出来做这件事。我的二姐还跟我说了，我给你做经济资源，你好好去做。我们做弘扬文化的事情，亲戚朋友都会支持啊。那大家想一想，佛菩萨龙天护法会不会护持啊？那铁定会的嘛。好，所以我们要有啊坚定的信心啊，尤其啊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真发愿真有信心呢，感应来的加持更不可思议啊。为什么？现在肯发这样心的人太少了。一发呢变成诸佛菩萨呢古圣先贤的独生子女了。那个加持更不可思议。好，所以
所以求子三要第二个小点。所以现在哪一对年轻夫妇结婚啊，说我就是为天下培养栋梁人才。啊，我看观音菩萨一定会送孩子给他。送子观音了啊。啊，当然愿不能退啊，发了就要坚持下去啊。好。应祖讲到了第一啊，保身节欲啊，以培先天呢。啊，孩子这个身体啊是父精母血啊。那你父母本身身体不好，他这个基因先天的基因啊就比较不理想了。所以得父母自己啊先把身体素质调整好啊。保身节欲啊。以培先天。第二呢，敦伦积德啊，以利福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而且啊，了凡四训讲到啊，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这已经告诉我们了，子女跟我们也是感应。所以要求一个好子孙呢，我们要积功累德啊。好，就会感得好的子孙呢。好，我们看这个求子三要啊，就祖师的智慧啊，考虑得很深呢、啊。而且是考虑的胜于死啊！现在问题啊，为什么不好解决？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处理事情呢，都没有从一开始就很慎重。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开始没有谨慎考虑好了，后面呢要来改善呢就很费力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求子三要都考虑的从开始就很慎重了。第三呢，胎幼善教，少成若天性啊，小时候把他教好，以免随流。把他教好了，就不会随波逐流了。所以此三要事啊，务其实行。再以至诚呢，理念观世音，求赐福得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必能所求如愿，不负圣恩矣。我们真的依照求子三要去做，而且很恭敬的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了，一定会赶来，真正有福德智慧啊，可以光宗华国，可以承传家道，可以复兴文化的人才啊，一定会到这户人家来。
信为道源功德母，有坚定的信心必有感应。这一段呢，假如相关政府单位能理解，这个结婚前啊要办这个培训班呢，把这些都讲了，哇，那这个国家地区就有福报了。那知不知道啊，真的是差太多了。第三呢，胎教之重要。应主啊举的例子了。文王之圣，周文王之圣德由于胎教。胎教啊乃教于秉直之初啊。他一受孕呢，他就开始受母亲，受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事的影响，不能说他生出来才受影响。那凡受孕后啊，务必居心动念行事，为诚为敬，很沉静，很恭敬，一举一动不失于正。陈德曾经有听到的，妈妈喜欢打麻将啊，结果后来这个孩子生出来，听麻将声呢、比较睡得早了、那他在胎里面就受邪气影响了、所以真的一举一动啊，都有影响的哦。所以凡以永断新婚，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啊必安乐无苦。这个我遇到好多个了，父母信佛啊，这个母亲啊念观音啊，念普门品啊，生产都很顺利啊，而且孩子生出来不吵。所生儿女啊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资聪明。第四小点呢，世人只知爱女啊，任性娇惯，不知以母仪为教。今日之人女啊，即翌日之人母啊。贤母由贤女而来啊，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啊。人欲培植家国，必教女为吉物。有贤妻贤母啊，才有好的下一代，好的人才啊。所以这样逻辑一推上去啊，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了。所以教女比教子更重要了。所以爱女啊不能娇惯了。这个后面呢还有提到教子女甚至教女儿的部分，我们再来谈。第五小点呢，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
吉子呢，这个女子有德了，她能恪尽妇道，相夫教子而也。女子有德啊，真的是达到相夫教子的效果。所谓妻贤夫祸少，孩子丈夫啊，他的人生一定会出现一些障缘的，不可能说人一生什么障碍都没有，不大可能。可是这个女子啊，心很静，这个女子啊有德有智慧，她就会，因为她心安在家庭，她都能察觉到，她都能及时啊护念到。今天假如当母亲的人心安定不下来，她很难观察到教育孩子的机会点，甚至于孩子都出大状况了，他会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啊，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真正心安定的孩子一说谎啊，他的脸马上不一样了，观察得出来了啊，到学校去发生什么事的都会写在脸上了，都可以及时引导他的啊，那个父子有亲呢，那都能保持下去的，他心里话都会给父母讲的啊。那先生在事业当中也会面临挑战，这太太都能提醒到。第六小点呢，况出生数年呢，日在母侧，亲自易犯，常成训诲。孩子三岁五岁前呢，都是在妈妈身边绕啊绕啊，所以其性情啊，不知不觉受母亲影响。为之转变，有不其然而然者，他潜移默化影响，这前面都提到了，自然而然，如融金铸器的，那个模子。最重要的就是妈妈的风范了。好，第七小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总论呢，第二，总论在《太平之根本》第八页啊。后面提到了，治国平天下之权呢，女人家超得一大半，以事啊少贤人，由于啊事少贤女，有贤女啊，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则其夫其子女之不贤者，盖亦贤矣，就很少。不多见了。只要女子贤呢，她丈夫子女啊都受到她的德应了。比学堂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对我们来讲都七八十年前了。
比学堂提倡男女平权，只是不知事物啊，真的对世间的事情啊不够透彻啊，考虑的不周到啦。须知啊，男有男之权啊，女有女之权，相夫教子乃女人之天职，其权极大。因为这个影响是最重大的。这人假如没有好的下一代，这人类还有未来吗？但人要有好的下一代啊，母教是最重大的。所以其权极大，不于此讲究，令女子参政等为平权呢，只是不是赵白者之乱统啊。不是赵白就是黑白不分呢。我们要了解古人这些智慧啊，指导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了，代代都出人才啊。现在这几代啊，西方东晋啊，好多思潮，我们自己要冷静啊，去思考啊，去判断啊，不然这些重要的思想观念呢，我们不遵循老祖宗了，我们遵循现在的这些思潮了，最后真正出状况的时候啊，可后悔来不及了。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哦。所以应主这些话呢，值得我们深思哦。那当然了，你要去说服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我们自己明白了，我们自己好好做就好了，不要急着要去说服别人。等我们做了，自己家庭都受很大的利益了，别人看了，他自然就受到启发了。好。好，我们再看呢第六大项。因国者，善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因果教育啊，圣人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之大权实现了，权宜之计呀。因为师长老人家说了，伦理道德教育让人耻于作恶，因果教育让人不敢作恶。他懂因果了，他有畏敬的心了，不敢做坏事了，这个救急呀，你马上讲，他马上产生这种敬畏的心。但是五伦八德啊，他得长期熏修啊，他才能在一切境缘当中啊提得起来了。所以人人知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个是周安世先生。周安世先生编的《安世全书》啊。这个是一本宝书啊。第一点啊，须知啊，
知因果者，居心行事，唯恐祸有过千。他有敬畏心了，他有警觉性了，他怕自己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有过失了，这样他就必能呢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在汇编里面有个故事啊，有一个读书人呢，文笔也不错啊，功名都考不上了，后来遇到高人帮他看了，说你小的时候啊，曾经啊瞪了你父亲一眼啊，这个罪业重啊，还没消掉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为什么求不到？有业障啊，要消除掉啊。弥天之罪啊，当不得一个悔字啊。我们要能忏悔，要能后不再造。那甚至于古今中外啊，这个不孝之人啊，真是天打雷劈呀，这个汇编里面有啊，近代都有发生呢，好像也跟大家有提过，芬兰有个儿子杀了母亲呢，从家庭一出去就被雷给劈死了。就是这一些因果，孩子听了，他有畏惧心了，他必能敦行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言穷啊，格致成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师长常说，我们学习啊，伦理、道德、因果、科学，还有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就是大学之道啊，就是这个两纲八目啊，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明德清明都圆满了。明明德底下有四个纲目，格物致知、诚意正行，这个是内功啊，内圣的功夫。清明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外望。所以我们老祖宗是内圣外望的学问。这八事啊，他就容易理解了。与儿女啊，初开知识，初开知识就是比较能理解一些人事了，比较懂事了。始学说话时啊，即以因果报应等事理，循循善诱而熏陶之，必其深信因果报应，毫发无爽，叫毫发无差。这个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啊。这个都可以，眼前发生的事啊，也都可以信手拈来啊，让他去体会因果报应。我们真的静下心来看，因果报应就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甚至就在我们亲戚朋友的身上了，甚至在自己身上可以现身说法了。此即啊，自治弥灾之根本也。
这个家庭社会能够安定啊，能够治理好啊，灾难能够消除掉，根本还是因果的教育啊。好，我们看第二小点啊，在分论第二。太平之根本的28页，小儿从有知识时，即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即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这个八德啊，做到了，他必感善果；八德违背了，必遭恶患了，祸患了。所以，这个伦理道德跟因果教育啊，也要融在一起，引导孩子啊，帮孩子开解。那另彼啊，他又知道六道轮回了，他就不会把人生就当作就是吃喝玩乐了，所以另彼之自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呢，息息相通啊，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啊，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悉知悉见，如对明镜啊，必现丑相，无可逃避啊。大学里面说，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岂言乎啊，他说瞒不过天地鬼神佛菩萨，那他了解这个真相啊，素可有所畏惧，勉为良善也。他会劝勉自己啊，要行善啊，要做好啊。在《了凡四训》有一个故事啊，魏忠达啊，他刚好有缘到了阴曹地府了，结果把他的这个阴间的记录调出来了，他造的恶啊，装满了一屋子啊，他自己都很惊讶，我都才40岁左右啊，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啊？这个阴间啊，官吏说了，一念不正即是啊，不待犯也啊。你看这个故事，对孩子就很有启发了。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这些故事啊，对我们自己修身很有帮助啊，对我们教学很有帮助啊。后面功过一称，他善事才一走而已啊，像一根筷子一样，那么少的一个善事啊。但是这个善事的力量居然超过满屋子的恶啊！因为他那一念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啊！孩子很单纯啊，听完这个故事了，他可能心量就拓宽了。那他心量一拓宽，
啊，他为整个班响了，也整个学校响了，我们当老师的又及时给他称赞如来，他这个善根就不断增长了。所以这一段呢，应主很恳切呀，而且教的好细呀。不知道大家在一起学习应主的教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他老人家的慈悲啊、细致啊？啊，我们继续学下来，那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啊，连哎女子要生产该怎么生？都教得很仔细啊。哦，你要嫁女儿了，你要怎么引导你女儿啊？哎呦，这读下来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真是老婆心切呀。啊，就怕我们漏了一些重点啊，造成人生的这些遗憾呢，好像接下来讲的都很仔细啊。你看，无论何人呢，教孩小孩从小怎么待人呢，即以婢仆小儿，亦不许打骂，哪怕是家里请的佣人，都不能无理对待啊。教其敬事尊长，卑以自牧，教他要谦退啊，谦虚啊，务须啊敬惜自子，爱惜五谷。衣服神物啊，这就是爱惜物命啊。啊，《了凡四训》举了十个行善的纲领，最后一条，爱惜物命。啊，护习从矣呀。哇，一个孩子要从小就知道护习从矣了，他不止少造太多业了，他看到昆虫，举步常看虫矣呀。静火莫烧森林啊，在英字文里面教的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太上感应篇教的。你说他从小就爱惜物命啊，他这个心境可以积多少福报？所以福田心根呢、啊？这样的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了。啊，汇编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妈妈看到虫蚁啊就拿火烧啊，杀了不知道多少蚂蚁了。啊，这种事啊陈德以前也干过啊。所以现在身体不好啊，正常的。啊，小时候这个护习从矣啊，自己不懂啊。结果这个妈妈杀了那么多虫啊，这个蚂蚁啊，后来她生了个儿子。啊，有一天进屋，看到自己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被无数的蚂蚁啊在叮咬啊，你看你中了那个恶因啊，这个恶果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哪怕是蚂蚁啊，他都有灵知的，他也是有仇必报啊。最后孩子死了，这个妈妈也
痛苦到啊，最后也走了。所以伤害生命的最后果报会在自己身上。另外有一个故事，正面的。他做酒啊，有时候会有这些昆虫啊，误飞进去了，他就会死了。他很爱惜这些物命啊，把他们救起来。后来这个人被人家诬告了，罪很重哦，可能命都要丢掉了，被人家诬告了。结果官员呢，要断他的案，那个笔拿起来要定案了，就会有苍蝇飞过来啊，阻止他写字啊。那这个读书人呢，都知道因果报应啊，他看这个现象，可能这一个案子有问题哦，后来一调查。真的，他被冤枉了。这些凡有灵知啊，他都是有感觉的，他也会知恩图报的。而且用佛门讲啊，众生跟我是一体啊，不能杀害啊。再来，禁止零食啊，免致受病，病从口入啊。现在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跟吃有没有关呢？有大关系哦。现在夏天到了哦，大家想一想，夏天最想干什么事啊？喝凉水，吃冰棍了啊！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啊！大家要知道，外面天气热，但是体内是什么？体内是冷的啊！那你这个冰棍再吃下去哦，哇，这个对身体损害很大。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十几岁的女孩？生理期一到都痛的上不了课了啊，甚至于在床上打滚呢，那个都是体寒呢，这都是饮食不节啊造成的啊。现在零食里面啊，它加很多防腐剂呀， 很多这种抗生素啊。在李炳南老师那个时代就已经讲了，不要轻易到外面去吃馆子了，能自己煮啊比较安全。好，当然了，真的要出去吃馆子，要挑那个有注重卫生和有良知的馆子。这一句我得补上了，不然那个开餐馆的人哪天来找我算账了啊。好，能如此教啊，大了决定行善啊，若小时任性惯了，概不教训了，大了不是庸流啊，变成匪类了。这个就罪过就大了，此时后悔啊，了无所益了，所以古语云：“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其实现在啊，陈德觉得首先呢，要让下一代啊身心健康最重要。身心一健康呢，他起心动念都在培福了，
你又何必去担心他呢？可是身心不健康啊，他哪怕是名校毕业啊，又如何呢？名校现在有忧郁症的学生呢、啊，可不少哦。那你说他都有忧郁了，他会幸福吗？轻重缓急啊，本末先后啊，我们父母老师啊，得要取舍清楚啊。好、哦、啊，以其啊习与性成，故当警之于时也啊，慎于时啊。天下之治乱皆基于此，都奠基于小孩的教育啊！啊，勿切勿以为老生于谈呢，无关紧要啊！所以应主对在家人这些指导啊，非常细致啊。我们好好珍惜啊！啊，第七大点，如何落实家庭教育？啊，首先第一小点，啊，家庭教育最初当以敦伦敬分、贤协纯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那这个应主啊，有提到啊，这个建立一些好的德行啊，啊，列了28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佛化儿童读本。这样我们扎孩子德行的根呢、啊，有这些具体的纲目，我们掌握这个纲目啊，怎么落实在身教上，落实在家庭、教室、学校这个敬教上。曾经都听过啊，那个啊，到学校去看啊，那学生一半的食物都倒掉。你看这种学校氛围，那孩子能够爱惜食物吗？就挺难的了。哦，那重视起来的学校不一样了啊，那个。倒菜的桶子就放在老师旁边啊，学生们过来检查一下，慢慢让他养成习惯了。好，第一条呢，孝亲，这大根大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与我实为一体啊。我爱之身，因孝父母啊，能不入身呢，便是荣轻啊。身有伤，贻亲忧啊，父母为其疾之忧啊。父母对我们恩德那么大，不能让他们再操心了。身体要照顾好，德有伤，贻亲羞，所以要爱，也要爱惜好自己的品性，不能让父母蒙羞了，更要鼓励孩子，自己做人做事啊，有德行，
让人家觉得哇，这个孩子好啊，家教好啊，这个是荣亲了。所以孝经讲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第二呢，有爱，有爱也是悌了。尧舜之道啊，孝悌而已呀。孝悌也是整个我们文化的核心了。兄弟姐妹啊，手足骨肉，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啊。同气连枝各自荣啊，歇歇言语莫伤情啊，一回相见一回老啊，能得几时为弟兄啊。德育故事里面有很多悌方面的故事其中好像有三兄弟啊，他们要分家了，结果呢，他们家前面有个紫荆树啊，那也得分了。结果他们在那里想着这个事啊，分家的事呢，这个紫荆树就枯掉了，枯死了。他们三兄弟很受启发了，你看这个万物都有情啊，后来就不分了。结果紫荆树啊，又活过来了。这个都是历史当中的真实的个案。我想这个能讲给孩子听啊，他终身难忘啊。所以兄爱弟敬啊，和和睦睦，相推相爱，家庭之福。第三呢，敬师。孝亲尊师啊，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师言道尊呢、人伦表率。道德学问，是孝是责啊。所以父母老师的配合很重要啊。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孩子尊重老师，这教育是合力啊。那父母引导孩子啊，老师所教的要依教奉行这是真正的对老师的尊重了。他给孩子做榜样啊，而且养我蒙正，教我家母啊。这孩子小时候啊，受父母老师影响最大的，所以要感老师身教言教的恩德。那不敬其师啊，何能受益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现在来看呢，这每一条啊都很重要，哪一条没教到了，可能都会出状况。来看第四点，择友啊。尤其到青少年年纪了，这个最关键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相处啊，有损有益呀。所以孔子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朋友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可是他如何择友啊，也是从小形成的态度判断力啊。啊，所以益者敬之，损者怨之，劝善归过，端赖乎之了，端赖于此了。啊，第五啊，布衣啊，这个是建立啊，孩子对于啊这个物质的态度。衣柜洁不会花，上循分下称家。所以衣取遮体，坚以御寒。大布之衣啊，习服养廉，俭以养廉呢。啊，墨线绸缎，锦绣华美。啊，折了福寿，自暴自弃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啊，衣服最重要的是遮体御寒呢，而不是穿着跟人家在那里攀比了。啊，而且太奢侈了，这个都会折损自己的福寿。啊，好，而且节俭呢，可以延长寿命啊，因为福报没有花完，就延长寿命了。啊，第六，蔬食，谈到饮食的，啊，对饮食勿谴责啊，食适可勿过者。啊，蔬食卫生，啊，肉食伤身，啊，杀食恨心啊。其毒非轻，啊，勿贪吃肉，吃了须还呢，啊，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啊，还的时候啊，真个可怜呢，啊，我们这一生呢，受病苦啊，那是花报啊，啊，真正的果报啊，是在畜生道啊。还人家肉了，哦，所以现在生病这是花报，所以还的时候啊，真个可怜了，啊，但我们看这个畜生道，当猪了，哇，那就不知道要还多少事了，就很麻烦了，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啊，免送，哎，阿弥陀佛，好，大家好好休息啊，啊，春夏养阳哈，哎，不要熬夜啊，好，啊，再见啊。